所以因为吼，人家姐姐的慈悲吼，高嘞，一讲就几多啊。哦。啊，那一定比较好嘞。
感觉这个问题讲，一般来讲，一般时间要去什么所在？啊，不过吼，今年当然问啊，因为咱今要开班嘛，人才拢在无用嘛。啊，你要挂人才去办堂吼，啊，很可惜啦，对不？伊就讲啊，你段时间吼，听一下课，下过真正吼，对头听到尾。听完整个啊，人才课讲了吼，明年来个加长班嘛，啊，伊就啥物，伊就传去老家。开始办的，啊，就求得啊，求得吼，求得了，甲讲三句，讲咱今日求得，爱有明书对无？咱就讲三书，三书啊有明书，明书有先天嘞，各解什么？后天代理名师嘛，点传师就是代理名师，啊，先天的名师是啥？虚空龙，就是咱这个老法官，外归菩萨，我们有两个名师嘛。地公吼有菩萨哦，伊听着了吼，讲啊，安尼今日是这个老师带我来的。咱人是安尼吼，你真鬼神，类似啊吼，你真是啊，你甲啥物先不离的？迄、那个经济是进入咱的啥物啊？心内啊，你若讲较准，讲较正确，讲较准的，进入咱的阿赖耶识。所以咱阿赖耶识内底有先有无？按个因缘形性吼，伊会发展出来。伊讲有一道去大溪啦，我问下大溪倒位。我刚刚才有一个大溪豆干嘛，老古啊，大溪豆干。伊讲伊一道去大溪，迄是一个景点嘛，人去佚佗的嘛。伊讲看到咱这个老师的吊饰，这常常看到嘛，人家做个吊饰圈啊，这上面吊饰啊，伊看到了吼。心内有一个什么？没到心中，心里有一个契机啊。然后呢，就讲这是老师传来的。或者呢，咱在座各位啊，咱拢有迄个因缘，咱来讲这。来到咱每世，一定大家拢修了够好。你若前世人修了无够好，你无法度来求得，何况你求得了，搁会使坐入。安尼听道理，何况你会使一边道理听完，下一边你过来听道理，咱的定义无同个。啊，不过咱另外不同了后，各位，咱爱怎样变个性格？所以吼、哦，咱用心吼、哦，安排这地步，求道后的人生要怎么走？一切地步啦吼，有咩作用呢？因为吼、哦，我方安尼看吼、哦，过几年，足侪拢比我方较资深啊。咱进入人工资深啊，咱人工打了，咱是资深啊。就是咱年轻人吼，比新的年拢比好啊，还好。好啊，前头二十几单年嘛，做些前天三十单、四十单、五十单。啊，咱去听这题目叫什么？这题目是咱的江苏上基本的一个题目。啊，为什么咱各位以咱体会当中这题目？有足侪作用个。第一，如果各位咱今日敢求得，你求得了后，虽然前辈在甲你讲求得个足侪好事，问题是你搁毋知要安怎修得办得，你要安，你毋知要安安排未来个人生，啊，咱就爱来研究这个。第二，你若是已经伫道中有一段时间啊，后日听班啊，后日因果了完啊。啊，唔过你对你未来，搁无百分之百确定。我讲你未来到底是安怎？我着爱安尼，逐工入班，逐工听着你安尼念吗？啊，这题我咱来研究。第3，你若有当要成全，你唔知影变怎个成全，这题目咱来研究。所以吼、哦，咱有当要开班是安尼吼。每一段开班都有一个作用啊，吼吼，拢甲咱开班吼，动作一种啥物，快反光制造会，就是吼，就江苏讲的地方，咱来安怎关心咱家己啊？借着江苏讲的地方，江苏的运用足侪内容，会当做咱的经验，增加咱的啥物啊？咱的能力啊！你有个人心转，江苏是我主要的啥物？所以这个题目吼，实在讲虽然足简单，啊，不过安怎
对于咱来讲是很重要。记得节奏进行啊，候选有一件事呢，你只要台机耐心跟我们讲，你就留来带，大家都会修，大家都在修，在修，每一个人拢有伊，每一个人家己的毛病甲脾气，但迄个事情啊，每一个人拢有，有的是我有的，有的是我有的，咱有的。有的是咱家己有，别人唔知，家己无想看家己知，啊，不过别人无的。所以修得吼，上重要咱是看家己哦。哦，那何况你讲这地方吼，咱职责所在啊，职责所在，江苏有江苏的职责，江苏人吼，有的人讲，哦，咱像咱咧培养江苏的时阵，有的江苏的讲吼，啊吼，我得爱来做教的。我乃讲，我乃是讲这得力啊！各位姐姐，顾维江敢得力哦？我都做不到了，我怎么要求别人来做？但是各位姐姐，在佛堂内底，每一个职位、每一个角色，拢有伊的职责。虽然你做不到，虽然你能力不够，但唔过你担任这个职责，该做伊就爱做，该讲伊爱讲。做不好环境，咱去做嘛。做不好环境，咱去学习就好啦。讲不好环境，咱甲改过来。讲唔对的，甲改过来讲唔对。讲不好的环境，咱去讲，咱去争取机会，咱去练，好讲好愈来愈好。因为你若无安尼，无讲无定，情况咱是怎啊等于天顶啊？所以我看吼。今日所甲咱报告的内容，毋是代表何法已经做到，只是即一所在何法无讲袂使，何法若无讲，何法失职。咱感觉就讲一句话叫做“地狱在乌噜噜”，就怪怪江苏。何法以前江苏就袂使讲话啊，江苏袂使话讲啊。所以吼，该讲的一定爱讲，你无讲失职，讲唔对失职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何法先甲咱各位先打个什么呀？先甲咱讲个好吼，何法讲个无一定何法做到，啊，毋过咱共同来努力，求得了人生要怎行？各位，咱先讨论一个问题吼，求道有啥物好处？咱捌听过这个题目，喂，前年咱连干嘛讲过咩好处？何法收集足侪江苏伊个求道好处？啊，是咱要讲求道的殊胜，各位求道到殊胜，有啥物讲殊胜？咱无讲好处的，我较爱讲殊胜，我较无爱讲好处，因为好处啦吼，较高互人联想到，那是一种利益啦，有利的代志嘛。啊，你若讲有利的代志，我逐项代志拢做着拢有利啊，趁钱嘛有利啊。只是好歹啊，咱安怎用嘛？啊，咱讲事情呢，那就无遐简单啊。既然叫做事情，代表安怎？不是那么容易讲，唔是遐简单滴都会着。何法修集作者讲书，因咧介绍有啥物要求的？何法写写全部修改？有啥物要求的？十几项。何法真系资料写来哦，有十几项。是讲吼时间的关系，你今日主点是啥物？其中有四项上重要的，各位咱拢听过啊。第一，求得了地府尊严，听懂法无？本来咱人爱去地府报道的，求得了伊名伫比天顶高，这有人印证过啊。第二，求现七祖王占光，你若是祖先，已经过往去啊，已经过往去啊，伊搁伫地府，还得去轮回。哦，他未去轮投胎转世啊！伊搁伫地府内底，甚至可能伊伫地府搁咧受罪。你若求得在世子孙有求得，马上安怎？阎罗王马上甲请来，安排去地藏高会遐听经，有赞光无？赞光无？第三呢，可达超生了死，
这点头主讲的。办桌的时阵，点头主教讲一句话，各位你若无印象哦，办桌的时阵，请来合作，做人才，还是旁边啊安怎做见证啊，好得就对了。你首先点头主所念的，伊传到第三宝，传到第三宝考官的时阵，伊会讲安怎可达超生了死。伊的意思是安怎？今仔日你来听到伊发心事，咱来传传播。有几多个人伊发心事，相关的境界会当互你达到啥超生了死？唔通误会哦，唔是马上超生了死哦，是你若好阿修，是会使达到的哦。过去修行人，大家嘛要超生了死，无人要轮回啦。所以第三个就可达超生了死，传统人的帮忙会使到超生了死哦。第四个天开科选，选胜八选。什么叫天开科选？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啊？修行的目标过程，那修行的目标是什么？幸福的幸，幸福幸。个人的想法啦，无法要请过伊哦，唔能客气。即期。过去咱讲欠你欠你哦，欠你无紧，收办桌唔能客气，千万不要太客气。你收办桌的目的是啥物？我就是要担保啦。你要有做的精神，有做甲无做工厂。为求做不，为求做不，不求于物嘛。为求做不，不求于物啦。咱爱有啥物，咱要有迄个担当哦，咱要有迄个气量，你要有迄个啥？咱老有这个能力了，所以天干科学胜八险的意思是，人间咱若好好修，人间等于这些不能。对，你有求得，大部分人都没在等，绝大部分人都会回去的。你们玩的，得胜你讲哦，你拢回来修，盖得你。你若无做大行的歹代志，甲阮转去啊，是你转去的时阵。你若袂记三宝，伊我互你入去啊！啊，你当个时阵，你会记三宝。问题是你伫在世修炼无够，伊会叫你入内底过三关九卡，会叫你继续修啊。嗯。该修的拢是来修啦，你只无修，当然来修啦。啊，毋过会当当去未？会使当去啊！啊，毋过你当去是以三昧身份当去啊。所以第四项做书生的当去，咱是有机会做先出来咯。安遮嘛，但是我们真的安遮，所以伊这四人哦，是后学感受最深刻。为虾米后学要做这第一步，搁复习这咱各位基本的物件？因为我以前捌听过咱一个前辈讲，请教以上的前辈讲，嘛请教足久啊，三四十天哦。伊甲我讲啥，你知知？伊甲我讲哦，咱求得加不加？皈依吼，差不多，拢是一种仪式啊，呢。过节就是过诶，感觉。嗯，答案在上面呢，感觉。那是很大的错误啊！亲口以上哦，三四十年哦，伊都有记得错误的认知哦。哦，我未记以上啊，但是后学亲耳听到的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得力吼、哦，咱一直研究来。最后一点点，九泉清楚崇祯观，底山好蜗牛传下来的王母殉子事件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：不只是咱的祖先会使上去地藏宝位遐听经哦，老蜗牛底咱王母殉子事件哦，过几年咱有法读过哦，甲咱请咱一本家经哦，三册互咱看，伊这是一本圣文啊，也是哦。我要大家做位读书会啦、研讨啊，是啥？咱会使读这本哦。伊伫第十届、十九届来咧讲了，其中抽两句，伊做长个啦，我抽两句。何九玄和七祖共同托付，何极品他极品贡献威严，啥物意思？白话讲起来，今日过节日，你今日是咱菩萨做修办的，你临工回去了。老蜗牛甲你奉什么各位？伊的救援去做的什么各位？啊，你有厉害无？
哦，厉害，跟他不太一样，那些的，啊，你有熟悉吗？哦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报答父母之恩最大的机会？为了公安年纪大，为了公安年纪大，我无法度友好我爸母啊。伫咱的白羊道场，伫咱的白羊道、白羊道场内底吼，即句话袂使咧讲哦。不管你几岁，会使报答父母的恩惠了，赶快会使。你就好好修，你就好好修，你就好好用功了完。你所做，你所做的功德，拢会使庇荫着什么？你的父母，就算已经归空啊，伊无法度修，还是伊在世的时阵无修，敢会使？赶快会使，赶快会使哦。咱二老千人的妈妈，二老千人，各位拢知啦。二老千人妈妈够修得。白富嘛，伊在建堂的时间，不老建堂，咱去走咱台湾啊，妈妈都顾袂着啊。嗯。啊，不过妈妈，伊妈妈到外什么各位？菩萨的各位。不老建堂，用伊的功德，互伊妈妈会当到菩萨的各位哦。所以各位，互我看到这吼，以前咱都无看，等互我看到这段的时阵啊吼，我吼感动。真的很殊胜啊！那既然哦，咱伫有这一点，即既然当然咱培养得着，安尼求得修得，各位，白羊修士成就千秋果位，拢伫这开始啊。每一个人绝对拢伫求得开始，无一个例，无一个外啊。啊，毋过，另当咱两期的各位官家，伫这方面。看你安怎修啊，看你安怎办啊。每一个人时间拢共款啊，看你安怎修，看你安怎办啊。每一个人机会拢共款啊，你嘛会使成功了完啊。
你先从做自己喜欢自己开始的。你哪里做了你不满意哦，我后边拢歹行。你上少爱介意你家己啊。第二，咱既然要寻求善果，咱是不是要找一个榜样来学？无唔对啦，有样学样嘛，我比较出彩，我比较出彩。按哥啊，咱进帮我做红灯嘞。我怕有一道吼，想讲吼，迄太太吼，有时阵甲太太冤家，咱就无共人食嘞。有时间太太冤家，咱就无共人食，食不来看人面色嘅。我看吼，我来问问无。所以我怕就去网络吼 ，YouTube 各位拢知嘛，我怕甲收入炒饭，各位今日咱两面情况皆知，破唔到嘴。教你炒饭的方法有够多，从台湾的找到日本，从日本的找到印度，拢有炒饭。所以无法度，就安尼找。人有料，咱就料。口味虽然有较好食，啊，毋过伊就点落去看，咱就点落去看，咱就照做就好嘛。所以吼，求得了，人生变怎行？咱爱知影，学习，值得咱学习的人。啥物人上值得咱学习？伊用心就先对啦，伊的经验上高，伊上经过来教啦。你唔通找一个无新鲜骨的哦。你讲找一个无新鲜骨的，不是新鲜骨的，一般啦。咱会使学伊的优点，咱可以到发点。哦。发点啊！啊，咱找新鲜骨的，无新鲜骨完美。完美。新鲜骨做完美，伊有优点无发点。所以第二，咱就爱孝顺发现。学习咱信信仰的科目，咱安怎做，咱就安怎做。追随佛圣先真，佛是儒家讲的，圣是儒家讲的，先真是啥物？叫啥物啊？道家，啊，叫啥物啊？耶稣为教，啊，叫基督教的讲。佛圣先真是咱的啥物啊？一种形容词，代表迄个教育上悬的境界。咱来，我们先来做榜样，咱来有缘故，所以咱用这个来自立自立。第三呢，咱来承担使命。培养伫咱心中，做者江苏已经讲过无人个啦。咱毋是修道尔，咱做者物件叫做办道。修道兼办道，你要办道，你敢修到到？伫六祖大经内底，咱六祖有甲咱讲啊，恭敬有分啥？自性功德，自性功德，你只要好好修，咱就是个自性功德。啊，毋过自性功德，敢有够帮助你解脱你对世缘？何况今咱阿个修到圆满时阵啊，吼，也必定来脱去啊。嗯。所以咱需要另外一种功德，功德伫倒来。对利益众生来，就咱无也咱后边讲着吼，所以吼，咱无来承担责任，咱无来不等做人才，也咱的功德无够。你的功德无够，含咱过去世业力一个低未消，你变到这些问，人工比较长时间待比较济稳，济稳。所以第三。第三阶段，第三部分啊，咱来替咱老师问友，诚心助万千道，成人成己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咱的修行啊吼。第四，咱来达到上大的圆满，成就佛道。我头先讲的，修万道你莫客气，人问你讲你修到要从哪？哎，讲从哪敢若上错咯，大意拢安尼讲习惯啊吼。你修到的目标是啥？咱来留做，咱头先讲过啊，你要留做啊，我要回传做我，不求于物啊。啊，那甲你笑嘞，啊笑你啊，你要做，你迄嘛爱要留做讲嘞。葛了虽是生生命，但是佛性不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各位，咱伫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本身就无圆满的所在啊，无可能一份就圆满啦。所以这过程。咱慢慢仔行，咱的问题，咱的目标到是伫，咱慢慢仔来解。所以哦，我
分享咱四个面相，啊，咱哦开始来介绍哦，先对上方满的所在来开始。佛陀已经是上方满，咱尾啊尾啊尾啊，不管各位你安怎修，修加上尾啊就是佛啦，啊无就是叫做神啊，啊无咱嘛爱心就仙啊。这是上方满的，圆满境界唔免我解释，因为自然到时你就知。啊，不过你要成就这個，敢有一个基本功爱练？爱练哦，无法无差分。咱什么啊？真正哦，咱第一步，咱个师傅咧教咱怎解？爱学刀工，我记得刚刚听过，爱学刀工啊，去补花拢补好个。啊，不过哦，所以我太太拢爱教我做。我老师讲我来帮助，结果伊拢无爱讲，伊讲我主要拢无爱讲。我发的基本功不够，基本功不够啦。啊，不过哪来哪去啦？安尼食饭都会使啦，因为家己袂了家己嘛。安尼食都会使啦，修得爱有基本功。这种基本功，不管地，不管你是啥物教，甚至讲。你感觉我来做心得，我来做一般人就好啊。一般人嘛要有这个基本功，啊无你可能无资格通做啦。人家轮回转世，你可能就要做众生。所以我才讲的吼，心就不得爱背离啊，慈悲为怀，福慧圆满来做啥？形形色色修行的基本功，不管咱伫啥物讲，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修持目标甲理念。你的目标在哪里？每一个人都无尽相同的，咱就来不同的目标，起心动念拢无同。啊，不过这八年你若做无好，人生歹过，人生歹过，就较歹收，搁较歹收。哦，啊，这八年哦，各位咱拢听过，我特重点来介绍哦，什么叫慈悲啊？我拢听，讲一下拢听过。慈悲，慈悲，什么叫慈悲？无缘大慈，啊，无缘大慈啊，同体大慈啊，他听过无？应该听到听过啦。无缘咧是啥物？家己认定较浅，甚至你捌看过人诶，你前世几代拢做不歪啦，到家己无缘，即世界较浅咯。所以大部分你看出，你连他的人都没见过，那叫无缘啊。啊，不过你诶慈悲心发动出来，爱平定。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嘞，啊有些人够可怜的，他举得够的呀。同体大悲就是你要以他的立场来体会他的悲苦啊，你的苦楚啊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呐听过白刚在讲的讲题哦，咱讲到这啊，我发强调不是这哦，我发强调不是，咱讲慈悲慈悲，各位，慈悲是啥物？慈悲是心量的功夫。咱咧想烦恼吼，咱想烦恼过程咧，伊个无同形式吼。常常咧听到你，有时阵你听袂出眠觉吼，咱就毋知咱着功夫个所在。你想十大十大进步袂济。何况吼，提供一个方法，互咱过一个参考啦。任何个修持法门，你拢从三个面向去看。第一个面向是咱个心。咱的心是啥物？咱有五官，咱有六识，有五官嘛。五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够有哦。咱的身体会产生欲望哦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八肚的枵啊，这是你的有哦。是迄个无心的有哦，尔。咱人本来在食饭啊，所以迄不是个人，我以前有讲说，我八肚枵是个人，不是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咱的身躯，咱的身躯的。到都无咩啊，所以修道第一步，咱就心开始，咱叫心啊。第二，咱老师讲的，修道爱修心，心藏在内底，无人知，你咧想啥，无人知，爱修好，爱修啊。所以咱的外道的心爱练功夫，内底心量佫较爱练功夫。啊，来第三咧，性啊，性心。性心心，来哦！性心身，咱的心思，我们分这三种。你甲酒
总会讲出讲道理来明白啦。这步是咧修行的，应该讲是练修啦。这步是互你练成的。啊，老师是讲修行所的意思啦，因为行本来无满嘛，你练到才修得了，那叫做修行啦。这步是互你修心的，这步是互你改变你的行，修身用的。嗯。功夫好，过过来啦。慈悲是啥物功夫？慈悲本身是心量的功夫，调节你心量的，会当帮你解决你心内障碍个问题。所以慈悲本身它是心量功夫，它是我们本性就具足的，但是它运在心里面的。所以慈悲是心量的功夫，咱来把咱的慈悲心练加加什么呀？加虚空。面对任何人，你的慈悲心拢发出来，发出来分分大小，大家拢袂看。啊，这是心量功夫，心量功夫啊，爱靠咱每一个人家己去练哦。所以，伊毋是有形的，盲目与无尽的牺牲付出。有啥物无啊？你讲是因为无，我听有人在讲哦。啊，你食菜啦？啊，你安尼，一点仔拢无慈悲。我来想讲哦，我讲菜的做主编也是不计啦。你愿意吃素，本身就是一种慈悲心的显露。你要讲菜，关心的是一种慈悲心的显露。啊，不过当然无够啦。我讲的慈悲心是一种心量的功夫啊。所以你若是硬去讲菜，那无唔对，那是慈悲无唔对。啊，不过无够。我讲的是讲一般世俗人哦。伊会要求伊内在外在，伊用伊个标准在看人。啊，毋过各位，咱爱安怎？咱爱知啦。慈悲心是心量个功夫，啊，毋过你敢会当无啥物无限制去做？无法度，你讲我袂使。你讲我讲你真有钱，即个人有钱，你面啥钱我也敢使。表面上你叫做慈悲哦，啊，不过你懂三过了了，你就害哦。那个叫假慈悲，人讲有假慈悲啊。有机会过几年，咱去读一本册，叫做啥物《了凡四训》啊。咱会当。了凡四训。知影要安怎？所以佛法哦，你同人讲，咱对慈悲，咱有慈悲心，你十天内甲发露出来，我唔是讲唔能发露出来，你也甲发露出来，啊，不过发露出来爱安怎？啊，念你的话，好代志爱做无？好代志爱做，做爱看家己能力无？爱看家己能力，所以爱做，第一定爱做，一定要做，袂使拢无做，一定要做。啊，第二个，请你控制自己，请你控制自己，天德、坤德、尽忠者拢爱负责家己的原则，你规个拢无人，领导要食啥？所以爱是咱讲者要控制啦，所以这点重要，后尾重要就咱一只。第二个咱讲福慧哦，福慧，福慧是叫啥物？福慧双修，福慧叫做福德加智慧，福德跟智慧啊。智慧就是过前点，咱坐一只听道理，借着刚初运用的道理，互咱明理，明理了后，咱人间道它袂还过错，咱做个代志就对，这就是一种福德智慧啊。嘛是甲咱创治咱自身中的智慧开启出来，啊，所以智慧咱来听到你个意思。啊，啥物叫做福德福慧啊？福德哦，伫显处咱看会到叫福德啊，伫内底因处看袂到的，伫心创伫信心心内底哦，叫做德行圆满。所以佛法哦，才有两句较白话甲讲，当咱做代志，咱有利益的众生。叫做有功啊，上天的树立福报，所以各位，咱做善事福报，做善事福报，啊，唔可以当改去完全继续做，一点点啊，你做不到大难嘛，放你袂过，吼，遐功德啊，嗯，你当你做一件代志，会当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一遍，做两遍，做三遍，逐年积行太足。所以各位，德行不是做一遍就有德行，不是做两遍就有德行，不是做三遍就有德行。你可能要做十遍、五十遍、一百遍、一千遍，
无数啊，那个叫无数，一直一直做家家庭，我咧想，爱做保护，生生世世都要做，这些人拢爱做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叫做福德哦，福德哦。那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过来看这吼，里面中央咱的自卑心，你爱对倒落手上好落手，爱对干部的，一个会自卑啦，伊自认为我做自卑啦。你哪咋干部的话，这不是自卑。哦，可能有前提，感觉奇怪，而且江苏讲安尼较怪怪的。啊，自卑的自卑吼，干部的干部，啊两个人明明无同款的物件，有啥物会牵扯袂？过一个，这是体谅你，同理解啦，同理解啦，你没有办法真正对。你无法度对你华人人世间所有的人事物，看到伊对你的恩惠，人对你做的代志，人对你有，为难你唔知，但是他做的东西对你有益的，你唔知影他感恩，你的自卑心发动出来，会去得无完整，有偏差，唔是讲你无自卑心，会去得无完满。所以这个物件是同款，它是一体两面。咱一下讲来哦。所以各位，咱要有自卑心，对人事物太安怎？完全诚心诚意，完全诚心诚意，诚心没有私心，那叫做不虚心假意。对不结啦，咱的心中心呢？为何哦？你唔敢讲出嘴，那就当讲，他唔可能变便宜啊。因为你要变别人进前，你先要变家己，啊，心得心到变家己，那可能是会成啊。心得心到你要变家己，那可能是会成，所以不可以虚心假意。这是一种感悟哦，并不是讲这是咱一般咧讲的。你要结婚，当然讲你对你的先生不可以虚心假意，不只是安尼哦。这讲的是咱规个修道的人生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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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恩乃上天老母慈悲降道之恩，那叫做天恩的上天降道之恩的。所以咱时时在感谢天恩的。老母娘无降到，咱讲我都觉得无人敢传落去啦，无人敢传到落去。迄祖师嘛唔敢传，老母娘我未使传，无人敢传落去。老母娘我未使传，哦，大家着会当有缘的遇到啊嘛。所以咱讲天恩殊德，天恩殊德，天恩就是啥？上天降的天恩。殊的呢，上天呢，就是咱的什么？这个老师，咱的广明菩萨，就是咱的师尊甲师父啦。啊，搁真一层呢，是咱的金刚祖师，就是咱的弥勒祖师啦。啊，那这头前呢，其实就是咱头前六十完整的六十四代祖师啦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老母娘为着要参拜三地的普渡。伊就是第一代祖师，一直排一直排，所以祖师的使命是啥物？祖师的使命是承担道德的延续，无简单啊，那真正无简单啊。所以咱讲的天恩师德，是这全部加起来，所以无咱这祖师，无老母娘，咱可能会得，无可能啊。咱今天遇到了，咱才会使起手来做，了是真的。没事，我头先讲了，你既然要做兵，爱感恩了。感恩。既然感恩，前辈者虽然看开，安尼福报尔，含做得厉害，三千都无钱，叫做素食，啥物好做？做人诶，人诶穿爱做啥？名牌啥哦？啊，毋过前辈者伊得着好侪物件，尤其咱对过去根本大家传过来，都会传诶时阵。咱个前年过，因有付出伊终身的心血嘛。有啊，
就一世人啊。咱什么啊？就真个，十几岁就开始啊，一直到尽嘞。所以讲真个，完全袂使有啥起了不敬的心啦。你若心内有无敬啥物，无敬重的心哦，起码感觉无自卑，无够自卑啦。所以这拢是同款的，然后所以拢同款。所以咱袂使其实袂做，咱袂使了负责任。上重要的、上基本的，叫做尊重、感恩心、感恩心啥？第一款呢，维持宽度啦，维持保持这个道脉会当延续到尽啦。维持把咱做住咱进过前的，咱咧做这个目标啦。有恩德，有恩德，有啊，不可以忘记啊，修得人。绝对袂使，袂去是别人帮你做啥物有问题的所在。你做会使袂去是，你做给别人的恩德，你尽量袂去是话变，用得越干净越好。别人对你做诶，大家记住清楚，一个一个回报，一个一个回报哦，来，过来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若想要福气来旺旺，爱对善心开始，从善心开始哦。所以对于我头先讲的，爱做好代志无？哎呦，爱做好代志啦！每天都要做，时时都要做，每个一块变，想着去做，想着去做。那后续刚有讲，你若感觉唔知变哪落手，咱对三个面向，三个面向。第一，咱的心，我们这个肉体啊，唔能做任何无好的代志。台南办火，我感觉过一年，咱绝对袂做。啊，不过咱有歹习惯无？有啦，加减啊改过啦，加减啊改过，慢慢啊改，慢慢啊改。咱有啥物啊？有时阵讲话讲了无好无？咱唔通讲恶口啦。有时讲话吼，伤着别人，咱唔知吼，爱改无？改过一年，慢慢啊改。心吼，咱这个心。目睭鼻啊，搁嘴哦，包括嘴哦。所以心哦，无有恶行，常有善言、善语与善行。讲好话，就是咱讲的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这是一个足简单的概念，叫做善啊。啊，咱的心呢，各位听听，咱的心呢，心所思所想，拢爱是好的。一个真正有认真咧修道的人。他会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，他才会知道，他才会知道。所以人家说的啊，信任常常说他才有过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信任时时在回顾我们，凡夫俗子说我都对了，凡夫俗子才说自己都对了啊。所以哦，我们时时爱欢笑的那个心哦，存心良善啊，即来看咱个有一个家己，啥物啊？家己去想，咱家己想，家己关照家己，家己就感恩了。何况哦，骑机车就是，咱常常骑机车，骑车，有人哦，有人拢会不遵守交通规则，过一下到，咱讲马路三宝啊，会伤伊袂？伤伊袂？何况哦，咱修了有够好，心态会伤伊袂？心内上去啊！啊，然后吼，有一天啊，我放假吼，我嘛马路上跑。为什么？咱有做些事情做歹解，咱无想别人较安怎，啊离谱啦！啊，毋过咱到有些就无遵守的，爱马虎呢。啊，我想想的吼，我呢，别人做吼，咱对人生气；咱做吼，敢若别人会生气的，安尼。那不好了，简单讲嘛，那不好，所以做一点，咱家己要改了，改改。所以对咱的心开始，对咱的心开始，咱嘛要功夫。啊，对咱的心呢，我讲过，咱的心爱修啊。所以修道的时阵，咱就不叫咱心先保守。三宝爱用哦，哦，三宝爱用哦，时时乖乖关照。咱在家，咱在家，就是让咱上